今天就让你尝尝我的苦中带辣，小米辣搞里头，再撒上一层魔鬼辣椒面。哇，炒的这么好，专门给你做的。有点干，我再来点。不苦吗？真香！我就不信今天还辣不到你。先注入爆辣油，再灌入青红小米辣，再裹上一层魔鬼辣椒面。咦，这红红的是什么呀？你敢不敢吃这个九转大肠？哇！带馅的大肠也太美了吧！这大肠竟然辣不到你。它真香。今天吃个硬货。你这是咋了？你自己吃吧，我要减肥。正好我学了一个减肥妙招，你记一下。早上一杯水，中午一个鸡蛋，晚上一碗粥，每天跑10公里。好，10公里可以坚持了。还有每天500个跳绳，500个蛙跳。他今天体重170。那现在呢？连人带盒5斤。算了算了，我还是吃吧。就想到腾听他们上面的辣肉，先点击视频下方链接，就有机会一元抢到这辣肉礼盒，香得很。它真香呀。再来碗米饭。我去，这是舌头？当然，不信让粉丝告诉你，这是什么舌头？这玩意儿长得跟个鞋拔子一样，它能好吃吗？香得很，你可别吃哦。这么好吃吗？我也来尝尝。它真香啊。这也太香了吧。